双十一光棍节，韩国大势夯团 S.O. 正式公开新单曲《Lightsaber》。这首灵感来自电影《星际大战》的新曲，由成员灿烈亲自操刀作曲，展现音乐实力。不过，他们所属的 S.M. 娱乐继2014年推出 S.O. 之后，就没再推出新的男团。据悉 ，S.M. 娱乐昨天透露了他们2016年的计划，即将推出新的跨国男团，由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组成。消息一出，让不少粉丝都相当期待。其实 SM 娱乐早于2013年就推出了 SM Rookies 计划，抢先亮相尚未出道的练习生，并从中挑选组合成12人的男团 SR15B。 虽然至今尚未正式出道的成员，但 SM 娱乐每每推出的男团都拥有超高人气，也让外界有着高度期待。 T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